出院了啊？躲门后面干什么？傻家伙，来来，快出去吧！想出去吗？想逃出去吗？哎。这堵这里边就特别容易抓他的，他就是想绕过去，绕过去，然后趁机跑出去。我这你大爷！我操！哎嘿，抓仓鼠啊！你一定要手疾眼快一些，小家伙。